从河南嫁过来的马春琴，先生往生，独自带两个孩子，无识字，顿时依靠。想我真的小孩子，可以谁帮我带的话，都好像支撑不下去了。上课的话也会接触到很多人，那不一样的都是上课。慈济志工开始教他读书外，也帮他接送孩子，让他安心工作。师姐他们帮助我，叫我认字，让我成长。谢谢志贤师姑在我们安心班下课以后去接我们，谢谢师姑的帮忙。儿童合唱团用清澈的歌声疗愈台下听众，其中八岁和七岁的小姐妹，妈妈是越南新住民。他们两个多月的时间，进步非常多。连妈妈本来是我们在沟通上是很困难的，可她现在我们要载她，她都很欢喜，很欢喜。可以唱给爸爸妈妈听。有爱就有希望，也让每人心中善的种子能慢慢萌芽。大爱新闻王昭忠高雄报道。玩具。